国女人的小确幸，奇葩行为让男人看不懂。我是女生，很喜欢试穿名牌，像充电的样嘛，充满活力，然后就是特别开心。前女友啊，心情不好，想要做一个很特殊的那个 SPA， 可是那个要10000多块，过了两天啊，心情回到跟之前一样。一天好的心情都要花5000块，那跟我在一起有那么痛苦吗？各位观众请注意，今天晚上11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二分之一强。